2007年重新攻蛋，再唱三天三夜。阿妹要歌迷用稻草人式跳法。那我就教你们，就在这边就是稻草人，就是微风的时候是这样啊，小小的慢歌，然后中快板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像某天某夜的时候就这样，一直这样蠕动，有没有？全场稻草人是摇摆嗨到最高点，演唱会中还意外发生小插曲，有粉丝希望阿妹可以站近一点，结果阿妹误以为粉丝是在骂他。他刚是说过来，可是我觉得，但我觉得你真的很凶哎，我好喜欢哦。怎样？你说过来哦，但我只能在这边啊，好不好？那你不会自己买前面一点哦？演唱会结束时，阿妹还不忘调侃粉丝：“你们的声音真的太强大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们明天上班也有这样的声音跟精神。我祝你们明天酸痛，祝你们明天沙哑。”守住阿妹调侃稻草人士的三天三夜依旧嗨翻粉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